大家好，我是黄小仙。我们今天要教唱的歌曲是《母亲》。昨天呢，我们已经教了第一个视频，那么我们今天要教的是高潮部位。来，朋友们，期待吗？两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正在建立粉丝家人群。第二，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会教大家唱歌，带着大家呢一起去把唱歌的技巧放在我们的唱歌当中，欢迎大家来哦。正式开唱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具备了解的两个知识点，一个是打开口腔。还有一个是深呼吸，打开口腔怎么打啊？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在里面呢有个小舌头，那里呢要抬起来。第二个呢，深呼吸，深呼吸的话呢，我们其实闻花香呢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。好香啊！闻花香呢一定是深呼吸的状态，所以呢在歌曲当中呢，我会带着大家呢，一个字一个字去固定大家的一个口腔状态，一句一句的去固定大家的一个深呼吸状态，把《母亲》这首歌呢唱得好听。先把呢我们今天要教唱的高潮部位呢先给大家唱一遍啊，大家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大家去看一下我怎么打开口腔，怎么样一个闻花香的状态，闻花香的这种深呼吸状态呢去唱歌啊。这个人来，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这个人就是娘。这个是忙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。不管你走多远，不论你在干啥，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。第一句啊。这个人就是娘。好，打开口腔，深呼吸，闻花香啊。这个人就是娘。听一下音准。深呼吸，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这个人就是娘。后面。这个人就是妈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。这个人就是妈。听音准。拉哆瑞瑞咪瑞西拉下嗦。这个人就是妈。把这两句呢连起来唱一遍，强化记忆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这个人就是娘。这个人就是妈。后面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。拉哆拉哆哆拉嗦拉嗦咪，这个人来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，给我一个家。拉哆咪瑞哆瑞，来，打开口腔，闻花香，走。给我一个家，把这两句连起来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。后面不管你走多远，打开不管你走多远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，走。不管你走多远，后面无论你在干啥，无论你在干啥，听音准。拉哆瑞咪瑞西拉下嗦，来，打开闻花香，无论你。把这两句连起来不管你走多远来，准备好，走。
好，我们从那里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从这里开始啊，一直到这里干啥啊？然后最后一句我们重点教一下啊。啊哈，这个人来，闻花香，打开口腔走。啊哈，这个人就是娘。啊哈，这个人就是妈。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。啊哈。最后一句，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，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。啦哆哆啦哆哆啦嗦啦嗦咪，我们先唱到这里，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，这里要吸口气，要不然后面大家唱不了，所以呢我们先唱这儿啊。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，后面咱的妈听一下。啦咪咪哆啦哆，这里音稍微高点，来，把气吸足了，口腔打开了，走。咱的妈，好，我们整体呢来把它唱一下，把高潮部位呢再固定一下啊，从啊哈这个人来一背走，啊哈这个人就是娘，打开口腔闻花香，啊哈这个人就是妈，打开走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，啊哈。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教学视频了，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